考生，今天呢，我们来考日结。我考 N 1屁，N 1是下午。你是考 N 4而且呢，你自己老实说一下，你很扯的事情。我这样很扯，我这么久都没有来考试哎，第一次有人陪我陪考。你是不是应该准备一个什么扇子、地席之类，铺在这边野餐？拜托，现在冬天哎。这也是有按摩之类的吧？按摩。他刚刚在节目上问我一个很扯的问题，他说：“应该不会考片甲你吧？”我脸都要歪了。真的太忙了，一直没准备。你就来准备当炮灰吧。进入火坑了，加油！进入观光区。下课了，嗨！超难的。如何？我都看不懂。头力是什么啊？头力？对啊。是什么头力？头力是什么东西？你有没有断错啊？什么什么头力？你可不可以？就是什么小心什么什么啊？鸟鸟要怎么讲？鸟是头力啊。那真的吗？恭喜你！有一个器皿的那个皿要怎么念呢、啊？什么器皿？哦，皿、啊、哦，那个沙拉？真的假的？那你还有什么不确定的？其他的不确定的我也记不起来啊，因为他写了一个头里，然后要你去翻那个是什么意思嘛？去选那是什么意思？那当然是鸟啊，拍照一定是拍鸟啊，怎么能拍鱼嘞？是这样子吗？这是什么逻辑？我只能用这样猜啊，不然怎么办？你好厉害哦！好，下一节继续加油哈！看来我的四级应该是会过。加油加油！你不要高兴得太早。你陪考陪到这边来啊？有点雨，然后有点累，就来这边休息了。外面现在明就大太阳，你知道我从操场跑过来要多久吗？我只有15分钟哎，我现在又要再跑回去。阿、啊、顺，你刚刚那节考的怎么样？我完全听不懂，阅读测验真的完全听不懂，真的完全听不懂，真的完全听不懂，阅读测验。哦，刚刚是阅读测验。对啊。所以是看不懂。对啊，我就是平均的给他猜了一下。那你有没有记得的题目啊？瓦达奇诺，然后什么国，国家的国，然后空格，空格，然后 Yuki ga，然后什么狐狸，阿里马森了，狐狸马森吧，哦，狐狸马森，我的国里は雪が降りません，是吗？那这样空格那边要填什么？那个国的后面要填什么？哇，要填哇，是填动词吗？对啊，是填 day 哇还是哇？哇。有前后文吗？它就是 watashi no， 然后什么 kuni 哦，然后是 dewa 吗？我看不到你的脸哎，这个我很难跟你对话。我只记得我选的答案，我选的答案是 dewa。你现在记得你那个，但我很难回答你。所以我有可能错了。超简单的，最好是你听力有那么好吗？听力不好，但是我的眼力很好。啊？怎么叫眼力很好？你偷看别人了？那选项就只有三个。市场上面呢、有两种人，第一种人呢、看到喜欢的马上就会把它选起来，另外一种人呢是货比三家以后比较过后才会去选定。所以呢，我就去看，就是。如果那个答案啊，那个 CD 播到那个人讲的那个选项之后，开始很多人在躁动的时候，那应该就是那一个。你是去考日文还是去考心理学啊？我有时候也会被就另外一种人所干扰，因为他是比了三个以后，他才决定的。那这样我就开始怀疑，到底是第三个选项还是第一个选项？我也是属于就是听完全部才会写的人哎。那就是你这种人在害我。你应该好好读书啊你啊。
由此可见呢，只会五星的人是没有办法考过 N 次的。成绩单又还没出来，你还以为你有希望吗？他不是我的学生，我平常没有在教他。那只是因为我今天没考过，万一我考过的话，我看你认不认我这个学生。因为真的也太忙，就真的没有时间好好教他。我们是不是要以那个明年为目标哈？对啊，如果考日检的话，一定就是考三级啊。N3 没有那么好考好吗？我们之后啊会推出一系列就是以初学者为主的影片，就是从日文无到有这样子。最近想要开始学日文的人呢，就可以看我们的影片；学过日文的人呢，也可以看我们的影片当做复习。那我们还有其他的类别影片也可以看看哦。我们还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都在底下这边，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，都会每天用中文和日文分享一些台湾和日本的东西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我要想说说，其实花1500来当一下学生也不错。花1500，早上7点多起来在校园里面买早餐。是啊，虽然这是我每天固定的行程。怎么？好，你赶快买，你没有时间挑了。我不晓得要买什么。